大家好啊，我是苏小河。今天我们说一说有点热点新闻啊，就是这几天啊，捷克的一个议长，应该是捷克这个国家排名第二号的一个政治家，心脏病猝死啊，事实上他已经去世了两个月了啊，一直就是心脏病嘛，猝死嘛，也没有过多的一些后续的新闻的报道。 加上捷克这个国家呢，也算是一个东欧的一个小一点的国家，在世界政治版图上面呢，没有太多的政治影响力，呃，所以大家就这个事几乎就是过去了。但是呢，没想到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他的女儿最近面对新闻媒体啊，说出了一番让人让全世界为之侧目的话，就是他们认为他的这个老议长在去世之前受到了捷克的。 总统、总统府和中共的外交人员的恐吓、威胁，啊，这个细节非常的惊悚，呃，导致了他的心脏病的猝死、啊。事实上，啊，这个议长在去世之前曾经有一个计划，他要去台湾访问，啊，我们知道中共最大的政治的焦点之一就是台湾问题了。 这个时候，如果一个国家的议长排第二号的政治家去台湾访问，就几乎就意意味着捷克这个国家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对共产党、共产党来说，这是天大的事儿啊，这是无法接受的事儿。所以现在网上的各种猜测啊，各种观点是纷至沓来啊，都认为这个议长很有可能是被土共啊害死的、毒死的。 啊，说这个在去世之前，他的确曾经去过中国大使馆啊，中国驻捷克的大使馆，参加过一次这个晚宴，呃，和这个大使谈了一会儿。当时出来的时候，脸色非常的不好看，而且劝在场的捷克的人不要在这里吃东西，啊，不要随便吃东西。所以，哎，这个事出现以后啊，现在也是没凭没据的啊，只是这个老议长的家人在反击。 在向媒体说出这一些令人惊讶的消息。实话实说，这样的消息出来，呃，我是多半是站在相信这一边的。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土共派的杀手通过做了一种手脚，啊、呃，以至于这个议长去世啊。你要知道，这个议长在整个捷克的历史上啊。 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啊、呃，他一一生都把自己的政治生活献给了捷克这样的一个国家，啊、呃，天鹅我天鹅绒革命，他是一个主推手，呃，他相当有政治影响力，相当有民意，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在世界的一些争取自由的这样的啊社会主义国家里面，他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所以它的趋势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也是一个令人非常难过的消息。现在爆出这样的一些啊令人惊讶的内幕啊，说明共产党、土共啊手伸得特别长。所以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共产党接下来很有可能你疲于应付嘛，因为他们面对全世界的一个围堵啊。首先是过去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一些政治的事件，比如说台湾问题。 啊，台湾的独立的问题，比如说香港问题，比如说新疆问题，比如说西藏问题，这都是些老问题了。现在又平添了一个新问题，就是啊，病毒的问题，啊，是不是人为制造的病毒的问题？一堆的事儿啊，可以说细胞子，可以说共产党是应是是疲于应付。这个时候他怎么办呢？ 在今天的这个中国，面对全世界的围堵，面对全世界的抨击，他已经没有招数了啊！啊，一般意义上的话，遇到这样的事情，当然就有几个招数。首先，第一当然是走外交了，外交。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外交现在已经变成个笑话啊！从王毅开始，个大嘴巴开始，这个臭流氓开始，一直到这个外交部的那些新闻发言人都是一个笑话，以至于到这个各个国家的大使都是个笑话。比如加拿大的大使就敢跟人家的什么？ 呃、啊，不是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一个一个什么一个什么人，一个中国人，就跟跟人家的这个市长写信，要他表扬中国啊。这个大使，欧洲也是给欧欧盟的这个官员施压，让他表扬中国，就已经搞成这种非常可笑的事情所以他在这个外交层面的努力已经是归于无有，就是没有一点点效果。他。 外交人员如果不说话还行，一说话就闹笑话，一说话就让全世界人，这个觉得你中共土共就是一个笑话，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玩笑啊！人家除了让你滚粗啊，除了让你滚，除了让你觉得是个动物，真的没有什么别的评价。你看，人美国有一个市长就这么说的：“让你滚开！”你觉得这是个，简直是一个动物对他在狂叫，非常的愤怒啊！ 所以，你中共他面对世界的困局，他已经没有什么外交层面的努力，所有的外交努力最后都搞成一，一打更大的烂泥，没有办法。第二个，当然就是，呃，叫什么呢？叫做威威吓呢？所以你会看到他对，嗯，澳大利亚的这个外交外交人员外长就威吓，意思就是说你你不要。 不要搞什么独立调查，你不要啊，你不要欺负我中国，否则我不让我中国的留学生，不让我中国的做生意的人，不让我中国的这个企业家去你澳洲去投资去了，我我把他们都叫回来，你就没有消费能力了。所以人家，人家觉得也是匪夷所思，哭笑不得。那你回去就回去呗。所以人家的外交人员还是很礼貌的说，澳大利亚永远不接受任何国家的威胁，该怎么地还是怎么地。所以进一步加大这个独立调查的力度。你说，你说这个。 他这个围堵，他没有意义，而且你中共，说实话，你现在钱也已经大傻逼，已经差不多了，你没有那么多钱砸了，连非洲都已经啊，已经不跟你一块儿玩了，全世界都在在叫板。这两天我听说，这个阿根廷这个国家都已经开出了天价要索赔，而且是以反人类罪啊，这个恐怖主义罪来起诉你。呃，所以你想想，他有他有什么有什么退路可走？他有什么有什么措施呢？我看这个美国还有一个议员提出了一个。 啊，非常，我觉得特别给力的一个一个建议啊。接下来要推动一个法案，也就是说要首先取消中国作为一个呃国家的一个外交的豁免。那如果把这个豁免权一取消的话，直接可以起诉你习近平啊。这个东西我们谈以后再找一些地方专门谈这个东西到底多大的影响啊，是了不得的一个事情啊。我们以后再谈，我们继续谈这个共产党他现在有什么招数？他没有招数，我告诉你。第三就是战争。 中共这个这个这个邪恶的政权，他对国外打仗他是没有一点本事的，谁也打不过。我告诉你，他就是这个叫做咬狗的人不叫啊！他、这个、在这之所以叫的怎么凶，一会儿又又又又西安以东我就全死掉的，一会儿又怎么的，他都是这个啊，就是没有本事瞎叫，知道吧？真正他是打不起来的，他最多最大的本事有欺负欺负中国的老百姓。 所以你你你指望通过他战争来跟美国跟什么其他的国家呢，来交手那是不大可能的啊，他没这个本事啊，他也就欺负欺负老百姓。所以我觉得共产党接下来他唯一有可能搞的那种烂招数，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暗杀，真的，这个暗杀这个东西是臭流氓啊啊，在玩不下去了以后最想。 做的事情也是最能做的事情，也是他们的首首当其冲的一个所谓的选择。他们就这么认为的。我搞暗杀，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呃，几乎所有的独裁流氓。 多搞这样的暗杀，我给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最近的就是那个沙特阿拉伯啊，把美国的那个记者啊，在土耳其呃领事馆就把他给暗、啊，就把他做掉了。这是最近的最邪最最夸张的，也是最邪恶的一个暗杀事件，对吧？然后你在中国，那这种这种暗杀事件就多了去了啊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民国的时候，孙中山这个人就搞暗杀啊，他就是个独裁者，所以两岸把孙中山拱起来，这是一个。 呃，很大的错误，他们那个时候就不断的搞暗杀，杀掉跟他意见不一样的人啊，这方面的这个故事那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啊，有有有,有时候有些有些这个黑锅啊，后来一会儿说是啊袁世凯干的，一会儿说是干的，其实就是国民党干的，就是孙中山干的。这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以后，也不断的暗杀啊，这个比如说轰动全世界的当年有个江南案，就是暗杀，把人家一家人都杀了。 对吧？然后这个台湾也有一个更吓人的一个一个一个暗杀案件，就是叫林义雄，也是一个追求民主的人，他他自己本人人人还在监狱里面，结果就有人就跑到这个什么，跑到他的家里，把他的家人也给杀了，连小孩都没放过。你想想这个独裁者啊，最想到的事情就是暗杀，因为他觉得我可以做到天衣无缝，我可以做到。 啊，你不知，我不知，只有他知道。而且他这个一一长条龙的一种这个精心布局，以为自己做的是天衣无缝，啊，结果没想到事后还是会暴露。但是也有时候不暴露，比如说林英雄的这个案件，到今天为止，台湾的案件、啊、到今天为止还没破。所以国民党在台湾呢，那可没少做坏事情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还有点这个什么。 啊，国民党情节啊，或者是叫什么民国情节，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啊！我以前也是一个民国粉呢、啊。啊，随着这个知识的不断的加增，价值观的不断的改变，以及信息的不断的采集，慢慢慢慢才知道自己其实是个蠢货啊！你这个民国。 民国情怀是一个很很幼稚的情怀啊！国民党没少做事情。以前我跟国民跟台湾的一些知识分子在一块玩的时候，我们这个大陆人呢、啊，都有这种民国粉，都都喜欢这个说说民国的好话。人家大陆的，嗯、呃，台湾的那些知识分子大惑不解啊，甚至有时候有有时候很愤怒。他说：“台湾的民主，台湾的自由，不是说国民党那个慈心一动啊，温柔一下，然后蒋经国就就主动放权，主动就让给了台湾啊、呃、民众的这么多的选举自由、办报。” 阻挡的权利不是的，是台湾人经过好几代人的这个浴血奋战，经过好几代人的这个什么，把生死置之度外，然后争取过来的。所以你看，民进党说话他就这样说的，他说今天的自由，台湾人的自由，台湾人的选举，台湾人的民主，那是来之不易啊。 不是说是蒋经国这个人突然意识到有一天自己好像不大好，然后就，啊、呃、大笔一挥就让台就让整个台湾人得自由了，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所有的独裁者，你如果不反抗，没有可能啊、呃、赏给你自由，没有这样的事情。任何时候自由要靠自己争取，啊，所以你就想想那个共产党啊，这个这种几乎和其他的独裁者当然都就是一样的，要搞暗杀的。所以为什么我要谈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捷克这个议长这个突然死去，才七十二岁。 啊，身体不错的，突然就死去，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希望接下来有个调查。啊，我们我们把话题转到这个韩国啊。啊，我我有有一段时间我了解了一点韩国的历史。韩国的，啊、呃、第一任的这个总统啊，从临时大总统到正式的总统是叫李承晚啊，这个韩语叫做伊松이松们。啊，中文翻李成李承晚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年纪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 啊，他本来是一个亚洲第一个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一个一个法学的博士，而且是当时韩国最大教会的长老，啊、呃，对西方民主政治有很深刻的了解，但是架不住一当上总统以后这个权力的诱惑呀，啊，他就曾经干过这个事情啊，然后他下面呢有一个叫什么，应该当时应该叫警察署有署长啊，就相当于公安部的部长，他派了一个人把当时另外一个对他有挑战能力的一个政治家。 中文翻译成叫做金九啊，韩语应该是叫做 Kim Ku，Kim 库,库，就把他杀掉了。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就穿帮了呀。所以李承晚这个人晚年是很悲惨的，然后被整个韩国的这个民意就辞职了啊，辞职了，然后呢，然后又下台了，然后就带着他的妻子啊。 一个他的妻子是一个奥地利的一个一个白人，然后两个人就住在这个夏威夷，一直就在那里去世。李承晚，李承晚这个人，你要从整个历史的大格局来讲，对韩国的民主政治那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但是架不住独裁者的那种权力的诱惑，就干了这样的事情啊。后来他说他不是，他不知道，其实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至少你是默许的，否则你不会出现。 暗杀这种另外一个有竞争力的这么一个政治家的这种非常邪恶的行为啊，所以后来本来李承晚是韩国的国父啊，国父啊，后来整个韩国的民意就起来了，就把李承晚的国父的地位就给拿掉了。后来就是今天的韩国的国父国父是谁？就是这个叫金九啊，Kim k 的人。所以我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我想我说这些这个历史的段子啊，其实就告诉。 啊，想说这么一个问题，共产党到今天，他真的是已经是山穷水尽，他没有退路啊，他打也不敢打啊，他呢通过外交斡旋，然后呢试图去啊去跟别人谈，也没得谈啊，因为他惹的路子太大了，尤其是这个病毒出现以后，他的路子太大了，全世界人民都处处在一个处理愤怒的状态，真的是处理愤怒啊，这个全世界都要找中共叫板，这时候他能够采的采取的策略，那就是暗杀。 这个捷克这个议长这个突然猝死，是一个在未来一段时间是一个不断被要要调查、不断被这个引起重视的一个事件。他到底是怎么去世的？这样的一个人，到底中共在背后做了什么手脚？啊，一定会有更多的机构在调查。所以我就想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啊，花点时间谈一谈，就是接下来土工会暗杀哪些人呢？ 啊，按照土公的他做事情的一种习惯和一种，和一种这个非常野蛮的一种架势，他会暗杀哪些人呢？所以你基本上你就能够，呃，要自己有一个底，尤其是我们这些这个不喜欢共产党的、批评共产党的人。但是说实话，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影响力。一般意义上的人，他没有必要去暗杀你，因为你没那么重要。除非你掌握有天大的机密，除非你在整个国际舞台上有一定的影响，他才有可能。 啊，动杀机对你，你像杰克，他为什么会有猝死？我们按照基本的常识，就是因为他要出访台湾，啊，然后呢，共产党爬，他特别担心在台湾的问题上形成一个国际的浪潮，让他招架不住。你现在国现在台湾的形势很好啊，是台湾第一。这个由于病毒的问题，台湾在世界的影响力啊迅速高涨。 呃，台湾人在世界政治版图里的地位的这个上升和这个土公在世界政治版图地位里的下降，它是一个反相关。也就是说，呃，共产党政治地位下降了多少，台湾就上升了多少，那可不就是这么一个现象吗？所以，所以台湾现在也是这个招招见见血啊，出手也是蛮蛮蛮厉害的。首先，你比如他，啊、呃，有很多这个政治家跑到台湾去访问，包括美国的一些在职的政治家，对吧？ 啊，捷克接下来已经就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几乎就是一个大使馆，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另外，台湾要修改他们的这个护照的一种这个啊、呃，关于护照方面的法律，以后以后就不叫中华民国，就叫台湾，免得你中台湾人出去以后拿着台湾中华民国的护照，呃，很多外国人他搞不清楚你这个中华民国的护照跟这个,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它到底有什么区别，以至于台湾人在国际上啊遭人白眼。 所以现在台湾的民意也是希望把这个护照改掉，这都是呃让这个共产党的小心脏受不了的一些行为。他他又没有别的本事，他怎么可能会会罢手呢？他一定会走暗杀这一条路。所以我觉得什么人会暗杀呢？首先，比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共产党的特工嘛，叫王什么来着？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啊。现在在澳洲的啊，寻求政治庇护，这种人是有可能暗杀，因为你知道土工的内幕啊。 你这太知道这个内幕，而且一捅出来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就是那些共产党自己人跑到美国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一惊一乍的，不要自己吓自己。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国际上这个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那些政治家啊，所以我相信美国的政治家现在对他们的安全的保护那是那是密不透风的啊，否则的话。 担心他们受到共产党的臭不要脸的暗杀，这是很很麻烦的一些事。这个尤其是欧洲那些政治家，他们没有引起重视，他们就成平日久啊，他们真是日子过得太好了，没有引起重视。希望这个捷克的这个啊议长的去世能够引起他们的重视。至于一般的老百姓，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这个没有必要自己吓自己。比如说、啊，很多人担心这个郭文贵会会杀郭文贵这个。 骂土共啊，这个骂这个王岐山骂的不是一会儿会儿的啊，骂了好几年呢，也没什么事儿。为什么？因为他的身上没什么机密可谈，他没有掌握绝密的材料。你没有掌握绝密的材料，你他杀你干嘛、啊、你爱说不说，是不是？反正国内的互联网是一刀切，你你要翻个墙也不容易。你知道的又能怎么着呢？是不是？没有必要啊。而且他精力有限。至于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你做一个自媒体啊，你你你骂一骂共产党啊，你你你。你 赚点点击率啊，哎，没人关心你，所以我们也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你还够不着，也共产党啪专门派人过来要暗杀你的程度。谢谢大家。